我林昭就来了啦！准备有钱赚钱，有钱赚钱，无钱无钱，无事三叫准备来过来。相公，相公，叫爹，哥哥，相公。我知影山村绝对不是你杀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靠近？讲下子的，大年前我当兵当炮，我若无下次靠近，敢是白白被拍死点在公安的。大年我明白了，相公点在厝的老太，我进宫的内中一代人李如来。我名唤王千金。哦，我某的查某仔生，你来到大庭什么代志哦？哎呀，大庭呐，大庭，林兆弟是一名的书生，怎么害人性命？你的做官应该就会查你。当然啦、要不大庭你不应该，你将他去打成招，那呢我明白，分明你。就是收人金钱，伊袂收，你这个包。